刷到个文章，头条上面是说这个唐山烧烤店里面，如果说刘华强也在现场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刘华强啊，肯定不会出现在唐山烧烤店里面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刘华强早就被枪毙了嘛，对吧？《征服》这部电视剧啊，很详细的告诉了我们，就是刘华强的下场。对吧？但你要说，假如刘华强在这个唐山烧烤店的现场的话，我相信刘华强会挺身而出。而且的话，刘华强的话，我估计就是一身红，或者说一个眼神就能把这九个混蛋镇住，那必须的呀，是吧？那刘华强有多厉害这，对吧？征服这部电视剧，这都。看多少回了，对吧？啊，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看过这部电视剧，是吧？刘华强的确厉害，那黑帮老大能不厉害吗？啊，这九个混蛋算个屁啊！在刘华强面前，刘华强一个眼神就能制止住他们。但是刘华强肯定不会出现，因为早就被枪毙了。可能有的人会说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人还不如刘华强呢？这个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的确有很多人啊，像我一样，就是一般人嘛，不敢挺身而出，因为，我们普通人挺身而出有啥用啊？我前两个视频我都说的那么清楚了，给他们添个人肉沙包嘛。对吧？咱们镇不住他们，也打不过他们，挺身而出也没多少用，对吧？刘华强，我相信他的确是，的确会挺身而出，因为刘华强的话，这部《征服》这部电视剧啊，能够有那么高的收视率啊，他对刘华强这个人的这个。描写刻画是比较具体的，不像就是这个有的电影电视那样，你这个黑社会老大的话，他什么都坏，对吧？其实刘华强的话，他这个人，他黑帮老大，他杀人越货，他是坏，但是的话，刘华强的性格上面的话，也有就是，好汉，梁山好汉的一面，对吧？啊，路见不平一声吼，我相信刘华强会挺身而出。的确是这样。但是的话，这个梁山好汉多了也不一定是好事啊。要不然你们《水浒传》这本书，你们好好去看看，梁山108条好汉啊。没有一条好汉是因为日子过不下去、饭吃不饱上的梁山，啊，你看这些梁山好汉吃挺好啊，喝酒吃牛肉是吧？他们不是因为吃不饱饭上的梁山，啊，梁山好汉的108条好汉，基本上都是犯了事，就是犯了法，当然了，有的是被冤枉的，啊。但是的话，很多梁山好汉也不是说被冤枉的，对吧？你说姚盖他们劫孙成纲，你这不跟抢银行一样吗？对吧？哪朝哪代都是那个杀头罪啊，对吧？这不是说这个冤枉他们了，他们的确劫孙成纲了，是吧？10万两白银啊。那10万两白银的话，你现在得多少钱？那不跟抢银行一样嘛，对吧？啊，有很多梁山好汉，那的确是犯了事啊，犯了死罪啊。那所以怎么样？所以就上了梁山，对吧？啊，咱们也替天行道去啊，杀富济贫，对吧？啊，这就是梁山好汉。你看好汉多了的话，你看看，对吧？啊。你要知道那个梁山好汉的朝代是那个宋朝，
宋朝的话，其实老百姓啊，现在都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啊是最高的。宋朝很富啊，经济搞得很好。你看你这么一大帮梁山好汉，这个是吧？你说是替天行道，你干的还不是杀人越货的买卖吗？对吧？那你这梁山也不种地啊，不种地怎么过？那还得抢啊，对吧？就说这好汉太多了也不是个事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咱们再说多一点，这个梁山好汉的话，他为什么会犯事啊？他必犯事了，必上梁山嘛，对吧？为什么会犯事啊？说白了，不就因为他有一身武功吗？你没有这身功夫，你遇到什么事情忍一下就过去了，是吧？那你有身功夫，你得出手啊，对吧？不出手那不白练了吗？对吧？就是这么回事情啊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咱们看问题啊，不能就是看得太简单啊，不一定就是说不敢挺身而出的那就是坏人，不敢挺身而出这个很正常，对吧？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而且的话，我们一般人挺身而出有什么用呢？并不会改变这两个姑娘的困境，对吧？也就是一般人，也就是像我这样替他们报警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这个社会需要好汉，但也不需要太多的好汉，对吧？好汉多了，这梁山好汉多了，这家伙是吧？这水泊梁山，对吧？说是替天行道，你这个，对吧？还不是杀人越货，还是杀人越货，对吧？所以说的话，这个事情啊，我们这世界需要英雄好汉，对吧？但是的话，不需要太多，你太多就乱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刘华强啊，他一是肯定不会出现在唐山烧烤店的现场啊，因为早就被枪毙了，对吧？而且的话，这个还是那句话，剿匪也好，打黑也好，那是警察们的工作，那是该政府干的，对吧？咱们老百姓哪干得了那活，对吧？咱们老百姓干不了那活，对吧？那除非你是霍元甲，你是陈真，你可以这样做，对吧？要不然你，对吧？刘华强就算了，是吧？刘华强早就枪毙了，就这么简单。